欢迎您乘坐本次列车，下面由列车长老王和老肖为大家介绍本次列车的主要内容。老王在片场的业余爱好就是在老肖面前玩弄他的碧晨，咱也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好玩的。他就这样很有节奏的反复的拔碧晨，拔来拔去，拔来拔去。旁边的老肖面露着大智若愚的笑容，及时制止了老王的这波虎狼操作。老王并没有因此就善罢甘休，没有了碧晨，他就很随便地玩起了老肖的随便。这孩子是不是疯了？老王一顿操作猛如虎，老肖实在忍无可忍，终于露出了他的庐山真面目。场面忽然变得很和谐，哎呦我的妈！空气中仿佛还弥漫着一丝咸味。我太难了，有些东西一旦暴露便一发不可收拾。看看这都是什么奇奇怪怪的我们听不懂的对话。哪里棒？老王快点如实招来，先给你一点。听不懂听不懂我们听不懂啊，生活处处有惊喜，小水花也能掀起大波澜。我拍我拍我拍拍拍，玩归玩闹归闹，你不会进了我知道。哥可比你多活六年，你以为白活的？列车到站了，请收好您的下巴，欢迎再次乘坐伯君宜消号列车。